20分呢，我们会再到五楼三创黑胶，现场呢，我们会全曲粉丝一起玩游戏。今天的女郎有甜心 Q 夹、Lina、双喜、启香、乃妹、妮妮、微信、甜心帮安心，大家今天不要错过喽！今天我们也有带上小礼物，然后大家一人一份领取哦。那祝大家父亲节快乐！ 好，左边，左边，好，我们来右边，好的，那待会呢，11点15分，我们会在3楼的 birthday， 请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到3楼去的话，可以来这边，我们前面来领取小礼物。 女郎们体验的是另外一款，就是我们上个月在电竞比赛的时候，我们才体验过，它叫做英雄防线游戏嘛，它是一个对打射击游戏。那等一下我们是3打3，所以等一下可以挑出2个幸运的观众朋友，跟我们女郎一起组队来玩这个游戏。 好，那等一下就一样，要举手抢答哦，踊跃回答。女郎才会挑中你们。好，那等一下就一样要举手抢答哦，踊跃回答。女郎才会挑中你们。好，那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那我想要请问一下，3、2、1。哇！戴眼镜还是戴帽子的？戴眼镜还是戴帽子？镜头两边都好，他们。戴眼镜的那个黄色眼镜的那个。让给他坐一下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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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进行我们刚刚提到的，还有人记得答案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对，就是这个，这个